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人在是 B&W 范德滨江的展间哦。那今天其实要来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一个十多年的好朋友，他跟我说他今天要交车签新车了，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喜悦。他换了一台全新的 B&W 的 i5， 而且是 Touring 哦 ，Wagon 旅行车，算是台湾首批交车的其中一名吧。我们一起进去找他。他刚跟我说他已经到了。But oh my God, I'm seeing stars with you. Tend to keep myself from diving in. I got fed up with the same cold swim. But oh my God. Hello， 两位。Hello。早安，好早就来了。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 Brian， 他姓沈，沈先生，他就是今天的主角，要交新车了，恭喜。谢谢。那这一位是帮你服务的销售的副理曾先生，还有 Brian 的太太。小猪也一起来跟你分享喜悦，是。那我们今天就很感谢哦，他让我们来整个陪同他的一个交车仪式之外，也听听看。我特别会来的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记得我们认识应该十多年，说久也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也是。但我记得你当初认识的时候，你就是开 B&W， 对 ，F 系列的五系列520 I， 对，汽油嘛。没错，那什么样的因缘机会想法？车十多年了，换新车，直接就锁定 i5 了吗？没有，其实我觉得我那一台 F10 其实还开得蛮顺的，是，本来也没有打算想要换车。哦，对，因为我那台车十二年前也是跟曾先生买的，十二年前，所以是同一位帮你服务的，对，所以曾先生、曾副理也非常的资深。你本身是在民生展间，上次有聊到，对，专门销售 B&W， 你都一直在这边服务，一直都在这边。然后我看你的名片也有 N 的专门销售顾问，感觉也是很热血。对 ，OK， 其实认识他很久了， okay. 所以那台车其实开得都蛮顺，我一直蛮喜欢，所以现在还留着。那因为十二年，其实十二年的车虽然它性能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就少了现在车子比较多的一些像辅助驾驶系统。哦，那时候还没有 ADAS。对对 对， 對，其实应该有，那时候可能觉得年轻，我视力那么好，不需要那些东西。OK， 对。我觉得现在慢慢上了一点年纪，尤其晚上开车的时候，你反应稍微没有那么快，是需要一些像是什么两边的车身盲点，对，然后跟车疲劳度，我自己也觉得真的五十岁了差很多，就开始想说度有感觉。嗯，是。那换电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的办公室就在曾先生的展示间楼上，这么巧，对 ，OK， 所以是有很多缘分啦。每天上班都被他拉去看车，对不对？他没有那么紧迫的地方，他给我蛮大的空间。OK， 但是刚好我的车位前面就有一个充电桩。哦，那我想大楼的充电桩，对，大楼停车场它有一个付费的充电桩。OK， 那我想说，如果我要换车，那何不换电车呢？这样充电也方便。虽然我们家里的停车场是没办法装充电桩，是。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就考虑了电车。OK， 对， oh. 然后可能有看了一些其他的车，所以我还是回来找这些。哦、oh, ，你有当初有抓预算，或是看了哪些车吗？还是家中的老婆财务大臣也有给一些意见吗？老婆其实还蛮支持的。安全很重要 ，OK。所以这些什么辅助驾驶系统，他觉得说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我记得小猪开 Volvo 嘛，X90，所以你们电车没有考虑双 B 奥迪啦，甚至 Volvo， 你们当初有去看吗？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其实我们有去看了，第一个先去看了宾士，当时哦有去看宾士，设定是没有要这么大台的，想说可能是上班通勤用。OK， 你看哪一款 ？EQA 跟 EQA 跟 B， 它是比较偏跨界小休旅的感觉。对。OK， 那它的内装当然也是看起来蛮现代感的。嗯，其实也是有喜欢，但是后来发现空间还是比较小一些。OK， 开习惯了，路的这个车格，还有老婆那一台休旅车也是算比较大，所以空间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一些这样的需求。那我蛮好奇的，小猪有什么想法？你们也去看了宾士，你自己的 Volvo 也有去看。宾士和 Volvo。Volvo。对，但是就是宾士和 B&W 感觉好像坐起来，宾士的后座的舒适度好像没有。哦，因为它车格比较小了。OK。然后 Volvo 呢？就是它没有抬头显示器。Volvo 就是 X40 或 C40， 比较也是算小休旅。对，然后它没有抬头显示器，然后它也不能加装抬头显示器，这点让我觉得有点。我还蛮依赖的。哦，所以 HUD 对你来说觉得很重要，抬头显示器。我觉得还蛮重要的。OK， 是这样。但它居然连选配都不行。OK，那这一台就刚刚讲的，所以后面也比较舒服，抬头显示器也都满足了。
相关的配备，所以就直接锁定了 i5。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聊天，我们之前见面，好像你年初，决定要买 i5 了。对对，那就是锁定 Touring 了吗？没有哎、欸，那时候 Touring 应该还没有发表，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留意到 Touring。所以那时候好像也是太太，就是应该是林夫人。哦，对，好像有聊到，跟我太太说，有 Touring 可能年，因为范德是先进五系列 i5 的 Sedan， 然后出油车。然后后来才说，年中左右会再追加 Touring， 六月多才进到台湾嘛。所以你一开始听到我的建议 Touring， 觉得还不错，对，蛮帅的。对，的确是。OK， 你也是属于看外貌的嘛？还是有看到它什么机能？有，外形当然是一个。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家里用车的习惯，有时候家人出游啊。Touring 其实很方便，像我们修理车东西，想放前面就往后丢，要拿要放，要拿都很方便。而且你们也有养宠物嘛，没错，都比较方便，带很多给息的时候。对，但是缺点就是这台车要等比较久。我们二月份订车，二月，对，今天九月中了，对 ，OK， 所以你车最近才刚到港吗，陈先生？那车八月份就到了，对，所以也放了半个月。哦，对，你好像前两天才从欧洲，对，然后又民俗月避开，哦，恭喜，终于今天顺利交车了。Brian， 刚刚我看在旁边有观察，你们经过了大概将近一个小时了，从一些当然证件的签署啦，然后一些车辆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点交，还有我看他们有请 PG 帮你设定了 BMW 的 App，然后充电以及内部的一些功能说明，怎么样？跟你原来的 BMW 的习惯的经验有没有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台车当然多了很多新的功能，但是整体上我觉得跟之前我那一款虽然是大概十多年前，对。操作上面还是有一些部分蛮接近，那有一些新的功能虽然多，但是我觉得蛮直观的。好，不过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熟悉去习惯。我看刚刚像 App 你都下载设定好了，然后有一些手机数位钥匙功能都应该以前的那台车就没有嘛，现在都是全新的体验。对，好，那恭喜你交新车，谢谢。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个请求，能不能带我出去体验一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之前没有开过你这一台 i5 吗？没有，在看车的时候没有，所以也算是你个人第一次上路。对，好，那我们就跟 Brian 一起上路来聊聊。好。好 ，Brian 上路开了一下，聊聊看感受吧。因为我之前也是520，所以我觉得这一台520i 的油车，对。油门的感觉真的是比较明显，有虽然车很重，可是很轻快。虽然你今天这台 eDrive 40是后驱单马达，也有300多匹，其实开起来是很轻快的。甚至你只要重踩的话，它的加速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看，很够用了。对对，车子开起来很轻，而且方向盘比之前我那台的轻非常多。哦，方向盘比较轻。对，所以转方向盘的时候其实就轻松很多。对，那有没有觉得电车从我们刚刚从展间出来，最大差异当然它没有启动引擎的声浪，而且上路我们当然因为收音的关系没有开音响，没有听音乐，所以我们觉得路面其实粗细，甚至外面摩托车的声音全部都被放大。对，就是那个声音特别明显，很安静。那我们现在是开的这个模式是有它有辅助，对，还有那个模拟的主动的声音，当你踩比较重的时候，它就会有模拟那个电的声音出来。是，所以开起来整个我觉得感受好很多。OK， 当然因为电车我们都讲它的电池最大的重量在车身底部，而且这一台车的空重也2吨了，当然比你原本520它就会更重。对，所以尽管它重，但是像我们刚刚讲，动力马力更大。所以你开起来反而是更轻松好开的。对，有没有觉得它的行路的质感，你觉得它的避震器或是底盘整个的回馈的反应比你的 520i 比较舒服，比较感觉上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是比较舒服，因为其实我开车还是
相对来说比较喜欢舒适导向的车感，所以我觉得它比之前那个比起来，我觉得舒适感很多。但是好像你想要的一些，至少我自己啦，我可能一点点的加速乐趣，我觉得它是还是有很多。OK， 那像这样的整个的界面，现在都是这样一整个曲面的萤幕，很大的仪表，而且它的 HUD 超大的抬头显示器。对对对，这对我来说非常的有帮助，资讯好用。对，我不用低头再看仪表板，然后再回头看上面。对，我现在的视力没有像以前那么好，我觉得这个方便非常非常。而且 BMW 做的这个尺寸比较大。是，我看那个抬头显示器的那个字，其实比现在我看到仪表板上面的反而是更大、更清楚、更清楚。而且它现在是有玻璃车顶啊，但是我们因为要拍设计的关系，所以就是把它打开的。像今天其实艳阳高照，坐在里面，我觉得热不会进来，但是阳光会蛮明显的。对，整个车室就非常明亮，这也是我喜欢的开车的感觉。喜欢的感觉。对，那当然，我们今天太太小猪也坐后座，感受一下。我相信空间感，整个的感受上，小猪要不要聊聊看你对这台车初步的感受？跟旧的 520i 比起来的话，就是空间真的大蛮多的。然后它的内装设计真的蛮漂亮的，很漂亮，对，很漂亮，有这个环绕的光幕，然后对，其实这台标配的木纹饰板跟你的3790 Volvo 的这种北欧的温暖风格其实蛮接近的，有点像，因为我们之前有去看宾士嘛，对，然后宾士的内装就真的五光十色哦，宾士我们都开玩笑是夜店风，但这台车就是用光幕，跟它的7系列下放来的。就很有感觉，它也可以变色，而且它还可以随着你不同的 drive mode 驾驶模式，它会，譬如你用比较热血的运动模式，它就给你红色。多到我都不知道怎么选择，有选择障碍，都不知道挑什么颜色。而且我觉得你很特别，你还特别在内装选了比较浅色系，是不是你个人的喜好？对，我就是喜欢椅子、沙发，就是这种米色的一个。你以前那一台520i是不是也是？也是米色。很特别，你不会担心不好照顾，或者是你们家宠物宝贝弄脏了都不会担心？我们家沙发也是米色的。一开始会担心，但是那台车12年，我觉得不会那么难保养，其实也不太需要说特别去做擦拭，它会吸色、会脏，会有一点点，但是。不至于像你想象，可能现在的这些皮质用料也有预想到，对这些使用的经验，所以对比较能够耐久一些。对，车色也是白色哦，白色就是听太的话，是白色的车，他喜欢白色。那我们刚刚在展间有聊到，当然毕竟现在换了电车，你当初都不会有充电的焦虑，或是担心充电不方便的问题，你接下来自己会怎么规划？因为我平常是开车上班，对，所以因为公司那边的停车位很挣钱，刚刚有说就是公司是有的，对，所以应该就能够满足我平常需要充电的。对，因为我刚刚看你的交车里蛮丰盛的，然后还有一箱那个就是 Wallbox 嘛，对对对，到时候会装在、我去过你家嘛，另外新竹那边的你会把它放在那边，对，我、会装一个慢充，就是原厂送的，你当初买就是选这个 Wallbox。对，所以你变成现在如果要去外面的超充站，或是就是另外就没有送充电金了，对，就自己要去付费。没错 ，OK。所以你觉得这部分你没有什么太大的焦虑？对，我觉得还好，还好。因为这台车好像充饱也是可以开400。对，这台车其实80多度电，那原厂公布是续航是560啦，当然那是原厂测试，那实际照我们的经验打个8折，大概跑个400多公里。是没有太大问题，算够用，对我来讲是够用。对，当然，其实我们最近试到 BMW， 我觉得它的这个 Personal Copilot ADAS 都非常好用。那我们记得我跟你聊过，你的家里的旧车其实是没有，但是另外一台 Volvo 3790，那 Volvo 我们也知道，向来他们的这个 PA2 ADAS 也是做得很棒，走得很前面。那今天你也稍微刚刚有体验一下，有，分享一下感受。虽然刚体验的没有很久，是，不过就是我觉得这个自动跟车系统或是辅助驾驶对我来说其实很有帮助。那刚开了一小段，中间有前面的车可以跟，有对车切进来，我觉得从那一小段的体验，我觉得它的舒适程度，对，跟就加减速的感觉，对对对，蛮柔的，不会输，甚至有
而且也都有盲点啊、盲区这一些。对，甚至它也有一些现在 BMW 最新的，就是自动的倒车、停车，还会记忆路径。其实都以后慢慢摸，就会发现它其实功能非常好用。其实还蛮期待的。对，哦，其实大家讲说买电车还有一个，应该说是优点或是诱因，就是它在养护上。像刚刚我听曾先生说，他们这个是8年16万公里保护，他有说到新车的第一次回厂就是2个月，但基本上也不算保养，就是一个车况的 check。我看有没有帮你检查一下。那再来，其实他说就是1年才要回去，而且重点是回去也不用换机油了，顶多就是检查一下刹车系统，对对，哦轮胎，哦基本上冷气滤芯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在养护上它会比你过去的油车省下一笔开销。对，当初也有想到这些吗？有，这个也是我当时考量的原因之一。哦，包括电的，其实充电的好像跟油的费用的比较，对对对，好像也是比较划算一些。对，通常我们概略上的讲法，假设你一个月油车，油资大概要5-6千的话，通常换到电了以后，其实大概都只要1/3左右的开销。对，所以我觉得油车跟电这个价差好像就还蛮划算的。对，变大表他们家很厉害，就是它的编程啊、配备、售价，几乎电车跟油车，像我们拿它跟5系列的油车来比，几乎售价就差在10-20万这样的一个 range。所以很多人真的就像 Brian 没有充电这样的顾虑的话，其实就直接买电车。是，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好朋友 Brian 跟太太小猪一起来邀请我们，跟他们分享 i5 Touring eDrive 40的一个 S4 版的分享体验。那之后我们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有让你再摸索一段时间，好好享受一下电车的感受，我们再邀请 Brian 一起来跟我们观众分享你的 i5 Touring 的行车心得。好，那我们今天车水马龙网很特别的一个展间开车的体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看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